几个词，然后跟我们那边正在帮明德做直播呢，啊，所以说落了几个词，多多原谅，谢谢。好，哎，相信如果有看到脸书的这个朋友呢，上面都有一个人在吹嘘啊，他说，听说李明德是民歌词典哦。是的。啊，是吗？是的，我都看是民歌词典，而且身上有按键。有吗？按下去，想听什么就可以出来什么歌。哦、真的吗？民歌点唱机啊，哦，民歌点唱机啊，哎呀，朋友，如果民歌你想听什么歌，尽管点下来。真的吗？我们桃园的朋友可以现场点唱吗？可以啊，我会唱的，我绝对会唱。有没有人想点歌？真的可以点歌哦。那边气球举那么高是要点歌吗？还是后面那个？好，请明德哥哥你自己点。好的，那位很激动的朋友，很激动的哪一位？微风往事。哦，微风往事，好。哦，微风往事可以，我唱个80句好不好？早晨的微风，我们向你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。在我心里响起，牧笛开启，别再忧愁。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？谁怜我感动，别离伤痛？微风往事。微风往事，谢谢你，你那位小姐，谢谢你。还有谁要点什么歌曲啊？这边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大哥啊，是的，上场电影哦，几口啊？当你沉默，我不再询问，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。这个歌呢，唱得刚刚好就好、哦、大家准备要继续唱下去的时候呢，就给它戛然停止一下、啊、这样大家意犹未尽。是的，对不对？下次有李明德大哥来唱、啊、一定要再听好不好？好的好的。 好，还有呢，刚刚那个点歌的笑得多开怀啊。哎呦，还有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好、啊、这位重复了，来 这位先。哦，雨中激情啊！雨中激情，蛮应景的。蓝哥，举手。哗啦啦啦的下雨了，看到大家都在跑。爸爸，计程车，让你有人特别好。你有钱做不到。哗啦啦啦的淋湿了，好多人脸上失去了笑。进行到这个池海的这个阶段，舌前乐手老师马上就跟上了，太厉害了。好了，最后800首，最后800首，来，哪一位？谁来海边？杨耀东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内行的哦，这首歌倒是没听过呢。哦，
乐手老师。哦，你要中跳过。老师会吗？不会哦，啊，老师你看，老师也不会，很抱歉。这个太内行了，下次准备，下次真的还能不错。好，走走大操场。不，明哥，明哥，明哥，我们明哥点唱机，明哥点唱机。哦，哎，这个周先生，风中的早晨，风中的早晨，我们唱得很好哦，副歌要唱，待会儿有歌手要唱，待会儿会完整版的哦。对对，那是什么歌？哦，夏季的温柔。哦，副味道有唱，哦，慢慢的，我唱的更好的会找你唱。如果你是岔路，我愿是那小桥。一起来。如果你是那针眼，我愿是那几方。来来来，再一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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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首，再一首，最后一首，给桃园朋友多一个机会，我们选一位。那位，大哥，我看一下后面的哈，加十分了。哎，还这边的朋友，这边要躁动了，没有被点到，快要暴动了。什么歌？浮云游子。哦，浮云游子。肩负了一只白背包，踏着快捷的脚步。不知道什么是忧愁，不知道什么是忧愁。好不穷尽，已经在月上前行。唱起了旧时的山歌，唱起了故乡的茶园。在这边呢，还要再度的谢谢我们的朋友，这个鱼呢时有时无，谢谢大家安静的这边陪伴着我们，我们也陪伴着大家一样的这个心情，谢谢，再次掌声，谢谢最帅气的明德哥哥。